欢迎大家收看幼园生活。现在大家眼前的植物呢是一棵兰花油啊，兰花油呢是我去年九月份种的，它是一个强阳性的植物，我们家的阳光呢不够好，所以我就把它种在了绿化带里。今年呢只有十厘米那么高啊，但是你可以看今年呢已经蹿到六十厘米了。它是一个很适合北方种植的植物啊，树根叶冬呢不是太大的问题，去年买了两颗啊，然后死了一颗，那么这颗呢长得很好啊，真的是从根部一年就长到了六十公分啊，很美很美，很好的蜜源植物啊，可以看这蜜蜂一直在采蜜。这兰花油呢你观叶呢实际也很漂亮的啊，如果你的花园呢是一个阳性的花园啊，阳光比较足的话呢，你可以尝试种一下兰花油啊。这个植物不是特别的常见。谢谢大家收看幼园生活，享受养花的快乐。再见。